警察处理完了吗？处理完了。把手给我，有点疼啊，忍一下。哦，很疼吗？当然没有，还男子汉呢。好了。 这就处理完了，那我伤口感染了怎么办？感染了来找我呀，本小姐妙手回春，免费帮你解痣。耳朵没连着，嘴狡猾，眼睛是说着一幅画，对你的笑没办法。 靠近，心跳声就喧哗。还没把对白都消化，想要下一秒拥抱。刚刚那巷口是我救了你，本着等价交换的原则，我们现在来共同探讨一下你的回报方式。 我宣布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我的人了。这是我们之间约定的信物，你一个，我一个，我们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哼，我可不是你的人，我是你未来的老板。爱情。